无止境拉扯。但是我就像海豚，就是 happy， 上下自我，几个拉起的头，就不像你头晕难说。要不就冲一个，不要说。跳着吧，大神。欢迎收看《挑战吧，大神》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只要连续赢了3次呢，就我们送东方不败麻将桌，而且呢，我们是大桌面、小机身、超薄、好收纳的东方不败麻将桌一台，当然已经送出一台了，太棒了！就是我们今天挑战好第4次，但是连赢3次的薛凯欣，耶，功成身退了，今天不要讲身退啊，还要继续，就是我今天很放轻松。我们这节目你拿了十，哎，那十台麻将桌，如果再3次，我还可以再拿一台吗？可以吧，你可以拿送给我们工作人员。好了，我努力。可以，因为我前只要连3次拿到，再3次，再一台，再3次，再一台。好，后来以后你就变成主持人好了，好不好？他就变成中盘商了。中盘商，中盘商，我变业务。好了，先欢迎凯西啊，还有接下来欢迎孟之。嗨，哇，你也太快回来了吧！哇塞，太棒了吧！棒什么棒？就是刚刚那麻将桌，你也赢不到，棒什么棒？麻将桌来了，我可以试试看。他的牌技啊，跟徐凯西那差很多了。没有啦，我运也不错啦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运气也讲真的，大家每次都讲运气，运气。对，打我们这个就讲说，你东风4个人，1/4被淘汰，你为什么要被淘汰？就尽量不要放炮，能不放就不要放，能不玩就下车，嗯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技术技巧。年轻人太冲动了，等别人出事，哎，好不好？来看看孟之麻将桌。赢不赢得到？很棒哎，加油啦！好想要。我是觉得你靠凯西送你比较快。我看好了。好嘞，欢迎孟之。来，第三位欢迎陈鹏瑞。鹏瑞哇，很有型啊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不要客气，你是香港人吗？哎，不是，台湾人。台湾人啊，对，很有那种港仔的味道。港仔味道，很有性格。港仔都这样坏坏的，像欠揍欠揍欠揍的。啊，帅气的啦。有了，有型了，有型了。谢谢。住哪里啊？台北，他住台北，台北的做什么工作？因为设计师呢，还是艺术类的？艺术类金融业，金融业啊，金融业做金融诈骗的？哎，对，金融业是诈骗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好，没有没有，对，不会啦，诈骗还敢上我们节目？就那女生喜欢这种坏坏男生？哦，对，有性格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几个麻子啊？一个老婆，真的？有小孩吗？有有一个，对对，你几岁啊？啊，你几岁？我35，三七啊，你好，菜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如果有2个孩子的话，37差不多。欢迎哈，彭磊啊，欢迎。来，最后我们欢迎余文。大家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余文，嗯，哇，你这个 tattoo 吃的还蛮多的哈。对。啊，几岁开始？18岁。18岁，为什么喜欢这种疼痛感？觉得好看。他是喜欢好看啊，好看啦，对。哦，好。这个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这4位哈，看看到底今天谁能够啊获得今天胜利。那当然，凯西又是第一，算重新开始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欢迎我们这4位，来，马上是我们东风三缺一，好，来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了啊！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黑白双煞，真的，三娘教我你嘞嘞啊，安排的好好的。哎，鹏瑞，我跟你讲啊，唯一的男生连续几集啊，男生。都是被打掉，没有东风就南风就被干掉，好不好？今天你要好不好？力挽狂澜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哦，来凯西庄家，好，来，16，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凯西，请看鹏瑞的牌，余文，孟之，五牌，好，来可以出菜喽，9条。左手下来哈，再另外一只手好。对，来白皮，喊牌啊，彭瑞哈。好，白皮，习惯一下哈，先吃碰牌再打牌。白皮，南风，发财，红中，痛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可以，放最大哈。对，先拿进来，然后要去。好，先拿进来。对，然后要分开来哦。九饼，8万，我有脸的。嗯，南风，
东风。一条。东风。西风。一饼。三饼。吃个。七饼。吃起来。来一碗。蹦。九条。六饼。北风，可爱，好爱你哟 ！I love you， 梦子 ，love you too。北风，来一个。七万。吃。六万。挑战吧，大神。七万，吃，六万，北风，五饼，花。二饼，五条，有办法给哦，开开来也可以，开开来看也可以哈，九条。打九条，六条，九万，胡了，到了，对打，我在想梦之后会打第三次，第三次吗？因为我要还倒下了，又要，他也多听了，没办法，对，对不对？第三次啊，你还没听呢，没有，哎呦呦呦，我这次前面第一次没碰到，是啊，是啊，哎呦，还好，好。这是屁虎，好，五百分而已。好，来，公共三缺第二把，洪瑞，来，洪瑞，起穿，我来看四家的牌。庄家洪瑞，我自摸了。余文，自摸。王子，进来，进来。凯西，好，来，洪瑞。发财。西风，好，打出来。西风，哎哎，西风，南风，南风，发财，一呀，万马无，发财，白皮。红中，第二，好，出现一张一筒，字了不是字了，二万，北风，东风。八条，白皮，九饼，杠一个好了，好，杠起来，对，杠起来，可以哦，来，好像不错，一万，不错不错，真喜欢，七饼，
一饼。吃。三饼。梦之梦啊，我爱你。哎呦，中洞中洞真好吃。我爱你，梦之梦。哎呦。麻将桌靠你，好，真的靠他了。我会背着你的使命。好的，加油。二饼，东风又来。靠自己熬一点，辛苦啊。哎呦，五饼，谢谢。要吃起来就是开心，我爱。对，他结婚了，他结婚了。石头，石头。哦，对，他结婚了。二条，哎呀，到了呀，到了！吃它干什么？东东，搭子都够，吃它干什么？嗯，对不对？哦，它是五六七，它是五六七。对呀，它搭子都够了，是吧？进台阶打，对不对？你抓什么？红中，你不会放炮，先不会放炮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这独听啊，一台。东木三缺第三把，来余文庄家。十二，看四角牌。庄家余文，子摸孟子，胡牌，凯西，帮孟子拿麻将桌。侯瑞，吃起来。好，来出菜喽。南风，南风，那我要把你喂饱饱。对对对，红中，你赶快成全他。红中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处理几张。先拿进来哈，九万，白皮，北方，北风，八条，嗯，吃，真好，还不错哦，错，二条。发财，发财，西风，碰，真的，对对，找不到，眼花眼花，白皮，八饼，九饼，哎呀，白皮。北风，三条，八饼，梦之梦之我爱你，中洞麻将桌六万，中洞哎，为什么？以后我以后可以约你打麻将吗？怎么那么合？可以。南风。六饼，小乐，哇，神棒哎！这个中洞超美，这个牌也是怪了，打五饼啊，五八一起下，对，打五饼我就可以吃了，你看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不是五八跟着一起下吗？我想说一样的意思啊。哦，他想说我。哦呀，定下家那打八饼，他没有吃打五饼一样的意思啊。嗯，我被盯了，原来在盯我。啊，庄家牌。好，来，现在是我们的东风三缺最后一把，来看看四家的积分。好的，分数最高的呢是我们的凯西6200分，然后彭瑞呢是4500，余文4300，孟姿一样是5000分。这余文第一把他啊，结果连放两炮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跟彭瑞差200分，所以像你们两个，你也有可能啊，因为他们只差最差是差700分，那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的话，如果说是500分，你还可以那个。如果你放两台的话，你还是会输的。好，要小心。来，你庄家多一台哦。不要放，不要放，不要放就好。好，我先打三张。对，你先打三张。他段数没有那么高。来看四家的牌。庄家孟姿，小心的打。凯西的牌，哎，心态不错。洪瑞，守住。余文，四
什么？好，来出菜。好，打掉困难。来，西风。最好孟之呢放了一个两台的给余文。哎，我都不会放枪的，碰碰碰碰碰碰啊！没有，我想大家都能够晋级。西风就同分吗？有没有？同分，他最好不要晋级。啊，同分凯西就不开心啦。敌人变多了。对啊，我没有跟他当朋友。南风。哦呦，刚好余文现在一花，然后呢，孟斯庄家两台，刚刚好，这一切都哇，这个呢，上帝都安排好了。是是是，小鸟。哦哦，发财。哼，完蛋了，我小，我本来说我要防守，就你要放炮，不小心胡来了。哎。哦，发财！哼，完蛋了，我要小心。我本来说我要防守，就你要小心，放炮不会死，不会那个。哎，西藤，放炮也不会那个，你6200分了，怎么样都不会低于4300。轻松玩就对了，对，好，要小心。4万到了。啊！好险！好险！好险！说他小心，我听牌，我刚刚有预感。来，大家打牌，大家打牌，有预感。哎呦！红磊，你就下车就好了。被你拯救了。啊，他哦，他对哦，牌一上听啊，对，牌逼人放炮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你不放炮，你要赢他200分。如果过，如果打黄了，打黄了你也没事。对，你打10000就好了，我才打安全就好。不是，没有，是平常讲这牌算早，对啊，很早，还有这么多。对啊，我刚你只要不打40000一上听的牌，他也很难过。对，平常讲很痛苦的，对不对？但真的就是这样子啊，你看他牌多烂，牌烂反而救着他。真的，那牌好的害你。我字都还没打完。对啊，对对，还孤孤的一笔。好吧。所以呢，没办法，这好像都是上帝的安排。抱歉，男生都东风就被淘汰，要不然就南风。好，彭瑞休息一下，好，待会我们拜佛先坐。好了，那彭瑞东风淘汰，来，我们南风逆转胜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南风逆转胜，东风呢累积了6800的奖金，好，啊，凯西累积的，来，对，开门。好。十二。看四角的牌，大家凯西，请看。小心，进来。余文，胡牌。孟之，台胡哦。陆帅，来西风。好了，没有什么过水票拿，直接先带回家了啦。来南风，南风，北风，东风。进一个啦，可以。3万，都打很甜嘞。他都不要，你打37。我也是银行考啊，小姐。不要哎，二条。被盯了，睡觉前。好，你先睡啊，二条。累了你就先睡回去。红针。还有红针在里面。也是很会打。你都先打，我就跟。8万。吃。哇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开始顺了。1万。来了来了。哦，才10000，对啊。紧张。小强，东风，哎呀，红中哎，哇，第二张也是盯我盯的死死的，不给我余地，没事，我盯我自己。给你余天好了。南风，六兵，六兵，不会吧？9万安全吧？怎么可能？又是盯我 ，OK OK， 三只红章，吓到哎！一台连连续3张，对啊，来了吧？哇，乌鱼子绝章鱼子，应该小鸡，9条，被抓死哎！不可能吧？
张会有事。八万。老天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嘛，嗯。好了，也只能走。还有我还有嘛，还有两张。要。吃，对呀、啊，要冲，想要麻将桌就要冲。这条没有人去公众吗？没有，好，安全。好，搓手说。嗯，三点。好了。嗯。各位观众。走啦，三条啦。搓手手，加油加油！搓腿也没用，搓手啊，难说。九万，对啊，难说。看最后一张，有吧？还有吧？六套。好了，我的最后一张，七。来，搓手手，来倒下来。你要抓吗？他不准抓了，没听啊。二万我不敢打，我也不敢。对，我要，因为三台都没了，我完全不敢打，我就停了。好，第一把黄庄。好，南风你转身第二把。嗯，哦，对，换我。哇，棒子来了！棒棒，各位，你们的机会来了。开四家的牌，庄家黄乔西。起床。余文。我要自摸。孟之。我要开胡。凯西。就这把了。嗯。好，先来个阿贝。皮儿，白皮。碰起来皮儿。嗯。南风。再一张白皮。一万。西风。西风没事哈。八一只，来大饼一颗，西风，鸡饼，哇，甜甜的孟子，孟子我爱你，怎么那么会喂？一饼，好猛哦，开心，我很准哎。那不每次你打我旁边都有一张，真的挺准的。我恨你，不要恨我。好啦，甜的给你啦，四饼先跑。不要，太早就甜了，他都吃不到。对啊，他因为他喜欢用碰的，他后面一点才吃的。四万吃，打一万吃四万，吃皮。哎呀，嗯哼，二万。OK OK， 胡了多少？五八了，哎呦，是摸不摸就胡大伯啊！啊，拉上我，拉上我，没有，你要拉他分数啊！你要碰，那就过水啊！不行啊，没关系，先打二五八条哎，很美啊，很早哎。可是他要碰二，他要碰二，那怎样呢？还有七，还有九张牌啊，十二张牌都是八，你看看。五八都来了，五八又来，我们都没有。看看八条三张，这个太保守了，太保守了。四花一台。好，南风女转身第三把，余文庄家。六出。六。看四家的牌，庄家余文。不能再放弃了。孟之。再胡一把。凯西。守住。王乔西。凯西为我。好，努力。是。加油。发财。南风，发财，七饼，碰一个，十
顺。我给你一些比较边的，你看你要不要？给我一些奇奇怪怪的。来，酒桶碰最边的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先拿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我也不要。来，八饼。哎，八饼要不要？不是，你给我太刁钻，你七饼碰掉了，你觉得我会有？可能有两次。你觉得我绝七饼吗？快打哭。也是，太刁钻了，你这北风啦。五万啊，到人哇，好快哟，吓死了哇！山扑来还好快，对啊，我说整山扑落了，整体嘛，但因为我太搞笑了。好，白皮庄家的两台，好来，那茉莉转身最后一把，报告你们三个人积分啊，分数最高的还是凯西5900，啊，余文3400，好，梦之5700，你们俩各胡一把他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要差2300，哇，那要两台，两台三台哦，三台都不够，四台嘞，那就自摸好了，所以你要自摸，来，梦之庄家，快，来自摸，15，那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梦之，胡牌金，凯西，守住就好了，凯西，努力加油，余文，一定要自摸，出赛，黄忠，嘿，黄忠。10000，发财，7000，9000，可以，哎，我真的都没喂到你，我有点抱歉。从头到尾，真的耶，你也算是贯彻始终。30000，你不要了，我也不要。9条，2。爷爷，我打了。哎呀，要完呢，我放枪会怎么样啊？没事，应该还没事吧？你要这边演，你没事的吧？4条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你看这张就有人要，就是只是要而已。你放炮也不会怎么样啊？哦，好。对，带回来。嗯，是的，我是蛮好。碰一个而已，碰还好，白皮，藏在里面这么久，当安全牌。挑战吧，大神。好，对，带回来。嗯，是的，我是蛮好，碰一个而已，碰还好。白皮，还有白皮，藏在里面这么久，当安全牌，太安全了。最安全，北风，9万，眼睛，2饼，哎，7饼，应该是，你打过，对啊，我应该是5万的啦。8万，来吧，
这条。你还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放大炮一半，你也没事吧？嗯。鸡腿带砖。谢谢。谢谢凯西。真的是拍，没办法。哇，我应该也是无望。没关系啦。给谁啦？我的。人走了还要下车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倒下来。好，屁股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南风呢是余文淘汰。来，我们西风冠军赛。好，西风冠军赛，好，今天的奖金呢是目前是13200，南风啊，这个再累积个西风6000-7000的2万-2万5，两万五左右，好不好？来，加油。好，开门。加油，因为今天还没有字呢。哎，对，今天的还没吗？青川，看四张牌，站在凯西。哎，稳稳的就好。吴双欣，机会来了。秦乃莹，赵梦之，成交。苏菜，哎，九条，哇，没有大字是不是？九条哇是吗？感觉没有大字，他也是会先打字的。我选哪个？我选哪个？没有，我发现他都是先打。对，他都先打。所以我现在学一条，每一把都要不同玩法，学很快，很好。南风。但愿你打了，我就跟着你吧。原来如此。来，红中。西风。西风。八筒，放一个。北风。哎。九万。九万，没人参考哈。哇，应该留你的红中。一饼。下大雨。太好了，哎，后面抓来的。刚刚没碰到，我想说，对，太幸运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没那么高超。三饼。是。红中。九万。哇哦，刚打过。嗯，钉钉，嗯，有点钉钉的感觉。七条，有甜，是不是？嗯，吃不到。来，七个。九分。小鸡。七条。来一张。两张七条。来，他朋友八条。五风，你看字最多的，对，字最多的放在里面。八条，北风，八万，好，又被带走了。七，白皮。九条，甜甜的。一张。哎，真的是好。好了，三筒。头不参考。东风。东。再一张，嗯，三楼，吐血，吐吐吐，有够烫，烫烫，呼噜呼噜，来，六饼，八彩，什么没用烫，白白的，九万，完了，大家怎么好像都没什么进，没有进牌，哎呀，是南风，没有进牌。花九万，啊，七条，烫死，七条再一张，一堆条，六万，五饼，大了，啊。冲动，怎么了？妈呀，我等超久。大
你闪过去，你要一万，对啊，我觉得小万子很危险，我真的每次都很衰呢，对，给人家抓一砍，，哇，中洞，好，来，西风观战第二把，来，加油，不要再被抓砍了。十，来看四家牌，观众黄小心，水墨水镜，徐乃莹，控制，稳稳的哦，凯西，干活，好，打个阿北，一花，阿北，南风，南风。细选的嘞，三条。嗯，你不要的手柄，真的。中。九条。真的呀，吓死我了！他刚打过。他敢转个手就。换一个好了，等一下我想一下，我要玩吗？要玩很早呢，好吧。手机手机就碰呗，好早啊。二条。哎呀，是有了哈，冠冠。考试时间哦，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三码，三饼，然后等一下哦，这样子的话就是四饼，第四代，好了，算了，第四代三码，对，第四代三码，一花庄家是，哦，庄家是我，庄家。好，西风观战第三把，我的庄家。九，看四家牌，庄家徐乃莹，梦之，加油，凯西，黄小青，不要被抓牌。春鸡哦，开始。偷看牌的，偷看吗？是没看、欸，是啦，可以吗？开玩笑的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啊。一开始丢这么好啊？丢这么好、啊？一条好吗？我想吃啊。想吃就是好，想吃就是好，吃得到就好。北风，看一下是什么，先吃再说。是不是他不想要的？没看到，应该是北半人的想法。这是边边的烂东西。我真没看哦，大家可以看第四条。九条。南风。西风。西风没人号。嗯。红中。碰一个。好，给你们助力。西风，发财，带走，皮，带皮，二饼，放一个，八条，真是好玩呐，一下。七饼，送到了是不是？真不想要，送到了。一饼，放一个。啊，九万，哇！大家我们慢慢来啊。五万，
么顺？还行，中分了。这个人肯定是五万听牌的，连他听牌的都还吃不到他的牌。我跟他打听也是很辛苦。来，小吉没事。七分。北风。梧桐。黑闪。九万。二条。九条。南风，黑闪，你们好像差1600分，嗯，一台而已了，一台而已，你要胡发的，来啦，给你们啦，好的，甜不甜？五条，哇，六条，花。三眼砍啊，四木，南风，哇，这么可怕、啊！危险嘞，妈，来，六饼，这样真会打，危险他都知道，六饼去。边看啊，来，棍棍没事。小白，红中一个，炸。三万，为什么听到哎呀声音啊？有事吗？没事，应该是没事啊。为什么会吓？外面也喜欢吓人，吓我一跳。外面那么看节目也很无聊啊，然后要配合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外面要帮忙演。哎，阿内，你起来哈，人生嘛，是不是还那么长？嗯。跳转吧，大神。哎呀。外面要帮忙演，哎，阿内，你起来哈，人生嘛，是不是还那么长？嗯，八万，嗯，绝杀，是吗？五条是吧？哦，很早了，我知道，耶，我一直不敢，没看见我在，我都被抓卡，我只扣一张。我今天贴什么都被抓卡，你四万到哪里找？是七张了，我知道，四七了，七万我不敢打。好，红中自摸，两台的三台。好了，西风关系案的最后哎，最后一把了啊！对，最后一把了，两个分数有点悬殊了，9400梦之，3100凯西，待会再告诉你梦几个，我要梦几个，开门。应该是我的五，我只能看是五，要在纯粹要这样。哦，好，反过去了，七了。好了，看四张牌，梦之，继续保持。凯西，哎呦，王小心，吃凯西。徐乃莹，出事。来，南风，我先研究一下我这个牌，对，怎么要怎么四台，我就看一下。嗯，好，这个牌，先给你思考思考的。好，我想一下，他往哪边走比较有机会。南风。九饼，八饼 again， 三张，
发财。妈饼，欧盟打三张，真的是错。有了，四花来了，恭喜来了，恭喜。可是里面继续加油，真的很难，加油，人生不能吃。哎，倒是我吃到你一张牌了，我发现。对，终于。想一下，我要怎么打？你慢慢想，给你思考时间。我要往哪边走？我知道。五万，五万呢？来抓牌，黑下，画一只。都已经放到这里，还不放下来？都看到，还要看里面。裸体了。都已经放到这里了，还要看里面。舍不得放手，直到梦想到手。八万。算了。真的很难。真的很难，不要放弃。照牌你打就好了，最后一把。对呀、啊，只能往前冲。我知道，但是我里面真的好难抉择。好了，七万，代表他还是很有机会的。有七万碰，六万。哎、欸，抓哪里、啊欸？这里。对不起。没事。六条。还有六条，对，真多。八万。啊，他八条一砍，哎。就进一个就好了。只能苦笑。来，二万。九万。黄了这个牌。东。东方。哇，还黄了。我知道有一个助力就好了。来，那我看一下。二万。一笔。二万，对。北风。石头好像。看看，好像很。哎呀！爸，妈妈，我哭了，好痛苦啊！选择错误了，是不是？就是。找来找去，然后不敢，有些人不敢打，然后就一直没听啊，八万，因为要做就早就做起来来了，但是不敢，利古利古，哎，我也能往那边走啊，开始做附近的，来四万，南风，要下陀螺，二北。学长，两只牌黄，没进就下车了，白笔，该下该下，四笔要下了，没办法了，真的，我下车了，对你绝对下了啦，你绝对，真的，分数这么高，谢谢，实习包，好了，不用打，都没听了，来四万。都没听嘛，都没听，看就知道都没听了。奇怪，我应该做离子不近，还差蛮远的。好，黄庄。所以呢，凯西、西风淘汰。好，来，我们败部过战。来，马上败部过战。今天总奖金是22,600哦，上一集的上一轮南风圈，哦，梦之摸了一把，所以奖金冲高了，22,600啊。加这个种子的5000是27,600，来，洪瑞，你庄家开门。十一，把它看三家的牌。庄家洪瑞，看牌。哎，好，凯西加油。鱼丸逆转胜。来出菜。来出菜了。南风。痛。南风好，立刻痛起来。哎，对啊，先拿进来哈。好。好，换你。上一家没有人哈。发财。北方。
中，红中，我们大声一点啊、哦！哈，红中，发财，招饼，发财，九条，一万。西风，一万，西风，一条，二条，东风，酒饼啊，二饼，七饼，七八，吃起来，二饼，二饼，这么多，紧张。四万，东风，西风，请你装吧，四套，八，九条，一饼，碰一个，哇哦，二条，好，饼给我来，一饼，猜对，不猜对死，一万，不猜两个就卡死，五饼，六饼，东风，八万，吃，改签资金来哦哈，谢谢，三条，服了，啊，真的，他的三条放很久，早晚要走，留不住啊，来，没办法，要走。好，一花庄家两台。拜夫妇在第二把，凯西。嗨，来了。十一，来看三家的牌。庄家凯西，来呀。余文，自摸，洪瑞。加油。好，来吃菜喽。九万。左手。东风。白皮，东风，花，个头，吃，吃起来，来先吃进来哦哈，对，慢慢来，发财，西风。五饼哦，发财，一桶，
碰。一万。碰一个。二条。二万。二饼。九条。碰一个。有过可怕的西风，是是是是，好，你很难呢，六饼，怎么会打到六饼去？你要不要打七八条啊？对不对？下家打四条，一下七八条可以啊，或者你打二三条都可以，这个牌比较好啊。下个二条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怎么打都不会打到一砍六条六饼啊，大哥啊！啊，庄家牌。好，来，现在马上是我们的败部复活战的最后一把，报告我们三个的积分。好，现在分数最高的呢是我们余文是6100分，嗯，彭瑞3100，凯西有5800。哦，嗯，差的是三千，对，哦，他们两个，哦，对他们俩差3000，差3000，啊，所以你们要追他，对，啊，追3000，待会再告诉你，他们两个都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只差300而已，差300，来，余文庄家。六，那看三家的牌，庄家余文，什么？彭瑞的牌，什么？凯西，谁都可以。好，来，洗菜，发财，发财，彭瑞加油啊！男生啊，加油！字幕就有了，西风，北风。要打我们今天的这个白皮关主，不是关主，中指啊，南风不难打，因为不是很强。南风，要是凯西就难打了，是不是？东风，他还在现场哎，耳朵不好，他坐在那，还是他去上厕所了？白皮9万，这个哎。他现在才发现，对，他还没发现哦。九饼，吃，9万，哇哦，来吧，东，四条先跑，碰一个，得碰掉了，哎呀，三条。
二比。二比。六条。再来。再碰一个六条。再碰一个七条。这个哇。哇。哇。没办法。谢谢凯西。这个边七条很漂亮。四万八。听牌了。不要拼了。一定听牌。你冲了，你不要怕。冲你想怎么打就打。我们两个都只能冲了。好，最后一把。五条。紧张。得得。八筒。是一个。还没没停。还没。太惨了，还没停。停了停了停了。一万我要冲。我跟你拼了。改掉。真的是有够烂的我。我想一下，你要什么？你不要什么？也没比他还没停哦。三筒三筒。没事，没没没没没没。五条。三万。五万，三四五。五万。二饼，好，这个好，好什么？打打锅鱼，一定要自摸。九饼，好，就是你，一万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哇！他也被他吓死了，吓死了。一口，大饼。哎呦，九万，受不了！那鱼我一定骗得不好。四万，看清楚啊！九条，来了，拜托，红中，是红中，我的天！没人抢啊！从后面摸。哇！外面有在帮你制造喧哗。外面帮我，但是我你自己装。想说怎么是你来洗地？这边。哎呀，在哪里啊？你在哪？九条。来了。这边一条。一条。三个人有打到黄过吗？不可能，很夸张耶。三饼。好，
那我就终结吧，就交给你了。好的，6万，10万，3张10万，2平，再一次，挖一只哦，哎呀，3平，是3平，真难，不会，我打我就自摸，打吧，真的，我们彭瑞还是太嫩了，他太谨慎了，对不对？不是谨慎，脑筋死板，真的吗？打活牌，有点死。3条，5条，怎么都是一些大家打哭的东西？真的会打黄吗？会啊，怎么2条？不会。2条。9头，超夸张。西风，3万，抓到你了！哇塞，你打什么牌呀？可是，对啊，可是什么？3，可是什么？真哎，啊？可是什么？没有，他不知道。哎，你很聪明的，他抓了5万一砍，真的是。对啊，我有想法。我不是，是因为我也不太敢打2万，我怕有人要。是啊，听罗斯的牌，你意思单调单调什么？你刚才他打6万，你吃了还定17万带6万，你为什么是单调呢？哦，他没有转。哎，没转，我没转。他前面也可以接69万，但他也没转。我又苟延残喘了，活下来了，很厉害耶！你刚刚吃了他的6万。马上那个他打4万，是你吃了就漏一张下来，而且他一定会打万，你就自摸，他不要万字，嗯，不是他胡也没有用，他一定要自摸，对对对。刚刚他吃了，他下一张就摸4万打，吃一下吃漏下来就摸4万，嗯，哇，可惜了，看着真棒，旁边真想给他发轮，真的，好吧，那胡了就赢了，恭喜凯西获胜。来，决战北风北。好，马上是我们的决战北风北，今天总奖金22600啊！孟姿是我们的这个种子，加5000，27600，高，好高哦！很清楚游戏规则了哈，一把两把，来你开门，七川，七哦，你看两家的牌，庄家孟姿，加油，麻将桌，凯西，哎，好，来出菜喽，好，小鸡，小鸡是吧？是。那也打一张，小鸡。嗯。下大雨。8条。大饼。大饼一颗。2万。碰。2万碰起来。4万，5万，5万是吧？对，5、8、1条，好，3万吗？好的，7条，7、8、9。饼这一张，3万，没有，8万这一张，既然烫到手，9万。7饼，哎呦，哎呦，3万，小鸡再一张，你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
来，大饼。三万，你两张了。对呀，两张。可以睡嘛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可以飙升，想睡就睡。睡了什么呢？要饼，小饼，哎呦，很深。真不要，感谢，要听哪？要听哪？要听了。武平平下车啊。听，我要听哪？听。要调。二条，字母啊，好，挺超丑的。你带什么？我带一万。不会啊，你好可惜哦，还在后面。可惜什么？没有，但我这时候我一定会。可惜什么？那大三说就是不会答。我刚刚如果，因为这个就单，但是你这边很好进啊。你刚刚这种牌，这种牌就是活牌。你这样听对倒，虽然五饼很少，随便摸到饼子都可以转活牌。可惜，你吃七饼，吃什么都可以赚。那你转手就摸八万自摸，然后就卡死卡在一个卡，对，边七万，懂吗？懂，有点可惜。所以，哈，你要麻将桌是不容易的。还没有，还有一把，还有一把，下一把。好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这个决战北风北最后一把，好来，开门。开始。是。看哪家的牌？庄家许凯西，请看。赵梦姿。加油啊！加油！好，来，小米啊，小米啊，啊，我还是去睡一觉。不要看凯西打很精彩啊！看我怎么把超爆烂牌，对啊，用到平牌。九条。大饼，八条，八万，吃到了，吃起来，吃起来，想一下哦，找八万，给五万，好，那我就。收下你的五万，动起来，六万，好的，一万，再吃，哎呦，三万要不要？要，要呗，要了，要用碰的，很抢手这些碗，对。七八万，九万，
就击败。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。滑。双截棍。二条，吃起来。吃到了，吃到了。画饼，五饼，五了，哇，五饼，还是跑不了，对啊，跑不掉，谢谢凯，你是摸了吗？他转牌嘛，我摸到五桶啊。然后五饼，对啊，碰到那个八饼，他五七九啊。我本来因为他打过九桶，我打九桶，对，我说你是五七九嘛。对啊，五七九啊，嗯。摸八饼来。对啊，好吧，没办法，一切都是命了，恭喜他，恭喜获胜，恭喜。最可怕的跟我决战北风北的，最轻松的，哎，决战北风北。好，决战北风北，哎，恭喜啦，这个梦之哈。哎，恭喜大家一定心有戚戚焉，能够坐在这边，一切就是上帝的这个眷顾，谢谢上帝啊！今天你是总值22600加5000，26600，好吧？三位送你们的这个吃养做保养，健康全面升级的养生技能，蛋蛋蛋蛋蛋蛋蛋，来，蛋姐开门，九字级决战北风北，看人家的牌，大家梦之加油，梦玲。梦玲，还有梦之，好啊，看看了，来，各位可以移动了哈，还不错哈，对，没有字都很不错，没有字，没有字你更不会打，简直折磨他，来看一下，好了，一万，第一上就这么难打，一万，我的妈，九条，吃，有，九条在哪里？哎，你不是说九条？谁？哦，好了，阿月。哎，不要这样子啦，否则你相公了。我已经不是很厉害了。来，真的不要玩他。二饼，二饼，啊，一饼，一饼哈，吃。好，给你吃一张哦。五饼，碰。打八。八饼，吃好，有说有机会啊，给你吃二条，二条，吃好，吃，想不摸到这一张，可六饼，嘿呀。啊！还有真不想要。八手。一二三四六。嗯。来，七饼。吃。八手，九饼。抓牌，九条，吃，没牌打了啦你。有啦，很多啦，可以的。三万。看看。哎呀，抓牌，二饼。抓牌。抓牌哦，一万，淘汰，淘汰，不要那么严格了。还有这一张，五八饼四波，你看，怎么可能？已经出五张了，五八饼。王子老天在帮你啊！哎呀呀呀踢五八饼我都不要踢。六条要不要？给你吃的了，五万，好吃。可以啊，不都不打了，抓牌，快，然后吃吃等等等等，快，吃一张，六条你不要，一二，
号啦。转来转去，千变万化。来，他的手在那边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下。因为你不能转啊，你是听牌的，转什么呢？我没有听牌，我现在准备要听牌。准备要听牌啊？那就放了吧。想想啦。你想也是要打，不打那样听不了啊。对啊，不要逼我，我是不会被你影响的。我想一下哦，嗯。还有五八笔，我刚才看的就五张了，就不要听。还有五八笔，刚刚丢七万，你再算哦，还算刚刚的，他再算哦，他要想要一张两张，你要打几万？丢六万，四万。挑战吧，大神！还有五八笔，刚刚丢七万，你再算哦，还算刚刚的，他再算哦，他要想要一张两张。你刚丢，你要打几万？丢六万，四万，就释放嘛。对啊，跑不了别的了吧？抓到，算了，不吃。哎，放你一马。哎呦，我好紧张。怎么放他的？怎么？四饼。哎，不要，八饼。抓牌。六饼。可怕。来了，对，真的来了，真的来了啊！好像是你要的吗？你刚刚有拿出三万跟五万，嗯，来算再算，三万跟五万，二万要不要？你没有那么厉害了，抓牌，你不要，我不厉害，我也是会尽力算哦。有啦，感觉到你的努力了，哎呀。三饼，对，三饼，二饼不要，饼大，怎么那么多的洗在一块？我赢了一个了，我终于赢了，对打对打，我们老了，抓了李凯，请拿饮料，请拿饮料，来，抓了李凯。抓我一砍没有问题啊，他的牌也不是很好啊，我的牌你看怎么想到？要么听卡庄，要么听队长。我听五八饼就胡烂。对啊，五八饼的时候。没想到，那八饼出来一张了，我就是最讨厌听这种。四七条。对，四七条很漂亮啊。嗯。没想到抓一张。他会打。好吧，来了，恭喜啦，两万七千六。恭喜你。那没办法。来哥，谢谢，继续努力。那稍微听五八笔，我就不要听了。对啊，五八笔出来五张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啊，凯西三级结束。对 ，OK， 还有拿到我们电动麻将桌，他拿到 ，OK， 好吧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要上节目场的观众朋友呢，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私信给我们哦。谢谢收看，晚安，拜拜。